薛谷主，我今日是特意来向你道谢的。医者救人出于本分，更何况我拿了你的诊金，不必再谢。你收了我一份诊金，但不仅救了木耳，也救了师妹，同样还救了我。 此前，我的确对你多有误会，觉得你贪财无情，冷漠无心。可我见你不顾安危，跑去冰库救治木耳，更将我唤醒了。这些都让我感受到，你表面虽冷，但实际也是个热心温暖之人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是黄土一堆了。还有，你先前跟我提到救治木耳的古方，想必也是你花费心思。 才得到的吧。总之，多谢你。我看你感谢是假，讨药方是真。感谢是真的，讨药方也是真的。 你先前跟我提到的，等我痊愈之后，便能将古方交给我。不知现在可是时候了。等明日。多谢薛谷主。 这五味，均是绝世奇药，都是江湖中人人梦寐以求的珍宝。若能得此一味，于武者内力大增，于病者枯木逢春。只是不知这药方是否对症。若能救人，便是对症。况且你救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三个人。 七公子，秋水夫人。薛谷主，这药方只是在古书上有记载，或许只是前人异想天开的随手涂抹，从未有人试验过，不知是否有效。薛谷主只需给我药方即可，为了木耳，我自当全力一试。 这药方为五转金丹，一药是月派圣湖的七叶明芝，二药白云宫的青鸾花，三药洞庭君山绝壁的龙舌，四药青灵雪山的雪英子，五药万年龙血赤寒珠。这些药都是世间罕见奇药，显然有回生之力啊！你们不必高兴得太早，这五味药分布在天南海北，极难寻找，况且这五味药。 都是江湖中各个门派的至宝，取之艰险。纵使走遍天涯海角，闯遍刀山火海，我也取来。你要想清楚，你若是强行取药，便会和江湖中的这些门派为敌，到时候便会成为众矢之的，性命难保。只要能救回墨儿。 便是与天下为敌，丢了性命又如何？死是最容易的事情，一了百了。但是你每找到一味药，便会多一丝希望。只怕你成功寻到了前四味，却败在了最后一味，到时候功亏一篑，万念俱灰，比死更加痛苦。
既然眼下木儿能被救活，便顾不得日后了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今日便可下山。多谢薛谷主。双红，取到这五味药之后，将药放到这个盒中，以保药的活性。在你取到这五味药之前，秋水夫人带着墨儿可定期来诊看，我会尽力稳住她的病情。多谢薛谷主。我们谷主还有事，二位请自便。有劳。谷主，霍七公子手里那枚回天令还没收回呢，趁他还未离谷，我现在就去要回来。等等，等他集齐那五味药，再要回来不迟。啊，那要等多久啊？三年？五年？是啊，要等多久啊？小环，外面冷，你先帮墨儿上去，我同师兄说几句话。是夫人。师兄，未来一路取药艰难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我此行先去世月派取七叶明志，应该没那么危险。师妹，你回去之后要照看好木儿，我也嘱咐了师弟们对你们母子俩多加照顾。师兄，我不回定剑阁了，回去了只会触景伤情。那你这是要去哪儿？重华在瓜州有处宅子，那儿风土宜人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带着木儿去那儿养病。师兄，你虽然对重华有承诺，可是你能照顾我们一时，如何能照顾我们一世啊？你总要娶妻成亲，也要有自己的孩子，我和墨儿也要有自己的家。师妹，照顾好你们母子俩，并非只因为六哥，还有师父对我的养育之恩。你我自小便在天山派一块长大，咱们俩之间不是也有师兄妹的情谊吗？只要墨儿一日未痊愈，我绝不会自私自利考虑其他的。真的？绝不食言。是啊，你一向是极其重承诺之人，这些日子若是没有你，恐怕墨儿早已没了性命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将药凑齐，早日治好墨儿的。师兄，自从重华走后，我对你有怨有恨，一度对你冷漠以待，我希望你不要怪我。你怨我也是应当的，况且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是我的小师妹，怎会怪你呢？师兄，一定要多加保重。嗯，你也保重。
小心别烫着啊。嗯，行。谷主，谷主，注意火候，千万不要着急。好，好。谷主，谷主，大家都麻利一些，乡亲们很快就到了。谷主，嗯嗯。你去把药给乡亲们分一下。好。李婶，乡亲们，今日我们谷主特意给大家备了些食补的药粉，一会儿看诊结束后记得去那边领一包，回去充饮。谢谢谷主，谢谢谷主，谢谢谷主。李大爷，哎，您拿着这个药方去后头拿药。哎，好，谢谢谷主。大爷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谷主知道您家大儿子今年要进京赶考，正愁没有盘缠，特意准备的。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哎呀，谷主，您这几年给我们看病是免费的，而且又给我们盖了收孤院，让那些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住处，我们无以为报啊！我是看见您儿子经常帮助村里的老弱妇孺锄地，有个父母官的模样。若不是这样，我还想不到此处呢。再说了，这钱我又没有说白给您。全当是借您了，等将来他有了出息，你们再还我便是了。谷主，谢谢，谢谢谷主。哦哦，对对对，哎呀，我都忘了，这个呀，是我们老两口在地里自个儿种的，不值钱，您收下吧。啊，是啊，感觉。越发拿不出手了，这点心意我就先收下了。双红他们最爱吃这个，不过下次可不敢了。我们药师谷里啊，什么都有。哎，好，是是，赶紧去取药吧。走吧。姑娘，你们别担心，李婶就是感染了风寒。你按照这个方子，一日三次煎服，平日里要多注意休息，不要忧思过重才好。这是药材，已经给您装好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走，走，走。贪财好色，有意思。站。天哪，不让你放风筝，你非放！我看看，怎么了？刚才不还好好的吗？哎呦，这放风筝把脚给崴了！哎呀，这放什么风筝呢？这是你的风筝。哦，谢谢。不如让我看看吧。哦。哎，痛痛痛！哎，慢点啊！忍着点啊！只是扭伤而已，你忍着点。忍着点啊！怎么样啊，初儿？现在试试。好多了。多谢少侠。谢谢。好，多谢少侠帮忙啊！举手之劳而已。啊，这个小店就是我开的，要不进去歇歇脚？不用了，我还着急赶路呢。就不多做停留了。
要不您在此稍等片刻，走，去拿壶酒，还有那个春饼，过一下啊。您稍等啊。哎，我一会儿就出来啊，稍等稍等。少，哎，少侠。哎呀，你说。看什么看？叫王爱杰不容微臣，你们把他里里外外给我清理干净了。是。退后，往后退。之前你不懂规矩也就罢了，但是今日既然你能入宫，宫中就有宫中的规矩，以后见到教王记得跪拜行礼。听不懂啊？那就想想你的好兄弟烈心，他是怎么做的吧。进去吧。教王万寿。教王万寿。妙水，你起来吧。你果然不负我的期待，是个天生的杀手，刚进修罗场四年便能杀出重围。属下愿为教王效命。上来。童，从今日起你便是我元一宫的第一杀手，我要送你件东西。此剑名为厉血，为我珍藏多年，其剑身轻薄，削铁如泥，往后它就是你的了。记住，它可不是用来修花剪草的。下去吧。谢教王。教王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你帮我取回一件东西。赤月派的七叶明枝。嗯。赤月派。七叶明智，你的瞳术虽可以操控他人心智，但现在时机尚未成熟，切勿使用。知道了，去吧。他若能帮我取回那件珍宝，我便可更快地突破这一层修炼，进入新一重境界。恭喜教王喜获爱将，若是功力能再精进，回到中原重掌武林也是指日可待。只是这童心性阴狠，只怕……我要的就是一个真正冷血无情的人，他现在就是我手中最利的剑。为什么要抛弃我？孩
孩子，别怕，到我这儿来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来，过来。我会帮你的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叫童。只要在他体内的三根金针始终封住他的记忆，他就不会想起过往。别忘了其中一枚专门送往那个地方，务必确保那人可以拿到回天绫。是。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谷主吗？这些事儿，他从来不让我们插手。
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在探究当年的真相。这把飞镖上的毒蝉砂是唯一的线索，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线索查到当年的凶手。村长，各位伯伯婶婶，我定尽力追查，希望终有真相大白之日，以为你们在天之灵。掌门，钥匙鼓到了。阁下是？不是都说钥匙鼓看诊不问身份，只看那两样东西吗？既然来了钥匙鼓，自然知道药师谷的规矩。来人，回天令与十万诊金尽数在此。药师谷看诊只有病者可以入谷，至多一人陪同，其他人一概在外等候。你们去山下等我。掌门，这药师谷是给人看病的地方，还能吃了我不成？是。请。掌门，请在此稍候。眼前这位美人儿，就是薛谷主。黑衣乐士彼岸聂文，想必这位便是世乐派的掌门了。我叫你美人儿，你为何不夸我呀？并不是所有人都爱美人这个名号，况且你擅自叫我美人儿，我还不乐意呢。这倒是我的不是了，我还以为这药师谷谷主贪财好色，准是年老色衰，相貌丑陋之人，没想到啊，竟是一个伶牙俐齿的俊俏妹妹。话还未说完就先动起手来，这便是谷主的待客之道吗？你方才运功闪躲，现在神阙气海两处应当是灼热刺痛。你此刻取持天井，便有如冰蛟蛇势，是也不是？依我看来，掌门身有中毒之相。中毒？我自幼便与大大小小的毒物打交道，且不说有没有人能在我眼皮子底下给我下毒，单说是不是中毒这一点，我自己就能分辨。医者不自医，掌门虽善用毒，却往往也最会忽视毒。此毒的可怕之处便是在于它会缠绵于你的要害之处，绵延不发，
和其他的毒药凶猛刚烈不同，不易被察觉。你看看你的颈肩。这是我以失针将毒性击出表面，你脖梗上暗淡的曼珠沙华孽纹便是你中毒的证据。不愧是药师谷谷主，竟一眼便能找出病因，不枉费我千辛万苦得到回天令，又千里迢迢从灵鹫山来到这极北之地。那还请掌门随我进去，我细细为你诊脉。好。脉象尺寸紧束而软，是蛊毒所致。虽束而软，尚可医治。到底是谁？谷主打算如何用药？无需用药，我为你施针救治。我此番赶来，日夜兼程，实在是旅途困顿，能否容我休息几日再行医治？我说施针，便有施针的道理。哪怕休息一日呢？掌门若是不着急痊愈，那便即刻出谷吧。哎，你这个谷主，怎么比我做掌门的气性还大？在这药师谷中，你首先是病人，其次才是世月派掌门。我算是领教了，怪不得薛谷主年纪轻轻，一人执掌药师谷就能做到游刃有余。那便听你安排吧，早日痊愈也好，我也能早日赶回派中，以免我不在出了什么差错。开始准备吧。是。肯定来了。这代表吉祥如意。七叶明枝就在古墓之中。有多少看守之人？无人看守。看你这个人还算爽快，我奉劝你一句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多谢提醒，但是我必须得去。古墓位于灵鹫山山顶，外围是一片树林，每棵树皆由世月派特有的毒蝉砂浇灌，故而树上都含有剧毒，形成瘴气。你须得快进快出，切勿多做停留。至于古墓中有何机关，我却无从知晓，因为许多人为七叶明枝而来，可从没有人从那里活着走出来。这个毒症好厉害。
掌门。掌门。你是何人？是月派掌门阿静。毒缠砂可是是月派特有之物。是。各位是月派的前辈，晚辈顶剑阁霍展白，今日为救故友之子，特来向贵派借圣物七叶明之一用，叨扰各位前辈安灵，还望各位前辈恕罪。今后是月派但有驱使，晚辈定当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可知道武陵县魔家村，你记不记得武陵县的魔家村？魔家村我记得。你知道什么？快告诉我。我曾听前任掌门与祭司计划攻入魔家村，魔家村百余口性命被灭，果然是世月派所为。你仔细想一想，回家四年除夕之夜，武陵县的魔家村是月派究竟做了什么？生放火雕彩